先来听森森本期唱的《风吹麦浪》。开始看这一期的森森吧。哇，好美啊！你干什么？快快快！幼稚。各位成员早上好，今天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秋游特辑。哦，其实也挺好的。挺好的盒饭。都是我爱吃，我也是爱吃的。那我们就开动了啊！吃吧吃吧。嗯，这个鱼好吃。哪个？放竹签呗。谢谢。各种不同的鱼。OK， 周深夹一夹。哎，等等等，谢谢。哇哦，周深真好。真谢谢 baby。这顿午饭消费的金额是536元。谢谢凯哥，谢谢凯哥，谢谢凯哥啊！谢谢凯哥。怎么就谢我了呢？有哪一位成员来结账？我们要先来查看投票箱。啊，我还没投呢，错过了。首先，这里有一个喜糖，凯哥获得一票。啊？请问这个喜糖是谁放的？我。有一个橘子，投的是凯哥。哎，是我的。我也是个橘子。凯哥再获得两票。有一瓶康师傅纯粹零糖，上面写的是 baby 我。有一颗香妃，我凯哥，凯哥再获得一票。还有一颗写的是沙哥，沙哥获得一票。这半个麻糍，不是我干的。坤，你获得了一票，我投的。他说他投的空白票，我说他要投了空白票，这顿饭我结。哪几个人投的我？再举举手来。baby 周深，这么记仇吗？你投不过来的，这么多人，投不过来我也得记一笔。然后我们写了这么多郑恺，没有一个郑恺赚到了，那才尴尬。赚完了。赚完了，谁呀？一成，一成。啊！哒哒哒哒，你旁边全是正牌，他赚到了你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左边是正牌，右边是正牌。谢谢成哥，哎，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那请我们晨哥扫一下码，谢谢啊，谢谢晨哥，谢谢晨哥，晨哥扫一下码，谢谢晨哥。晨，刚才我们这桌说了，谁买单谁可以过来吃饭。到账536元。好了，有了，谢谢晨哥，好吃吗？谢谢晨哥，好吃好吃，免费的午餐，特别香。可以转一转，好色啊，运气花光。你说话声音好慢啊。对啊。咋的呀？
怎么这么傻？你俩别一起了，哎。那我夹起来跟你讲话了，那我夹起来跟你讲话了。深深，笑什么呢？什么？他可以选深深的，换一个来试试。你好啊。哇，比我会夹，哎呀，输了输了。这个话题得怪吧，白鹿夹子英叔给的周深，这是什么？你好啊。不想对凯哥太坏了。还有一个白鹿，上面写着。哎呀，谁写的白鹿？我。我这一轮写的陈哥。那谁知道呢？你太让我伤心了。谁知道呢？这还有一个，这油子麻花的上面写的是我，这好像吃的是什么东西？这谁呀、啊？这个？我。哎呀妈！好，那上转盘，我来。我俩一起来吧，给我一个机会。给你一个机会，到我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看这一连串的都是我，这怎么这连起来的？这把机会太渺茫了，来，我给你来一个转得狠一点的。哇塞，转这么多，800多呀！耶！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，还非得自己转，李老板，别人转还不行，这就是天意。到账800元，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。哎呀，下一把都好好写啊！你自己还一拿吗？要不你给我们四个。走了，吃大餐去了。出发。为什么会有锤子？对，要干嘛呢？这是。说吧，打谁？我们马上要前往渔民渔庄，路程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。慢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玩一个车上游戏。获胜的四位成员将品尝酒兴酒碗桌宴，哇！而失败的成员只能随便的简单吃点。加油！啊！第一个游戏是心口不一，玩法就是每位成员拍一次腿，击一次掌，然后用手比一个数字，但是你手比出来的这个数字和你嘴巴说的这个数字不能相同，相同就失败了。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一，哦，真的会错的，是真的会对的，真的会对的，拍腿击掌一，哦，八个人依次过去，然后中间有人如果错了或者慢了，这个人就淘汰了，然后我们最后剩下前三个人仅一分，就是你就伴舞，然后喊任何随便喊什么，就不喊舞就好了吧，来吧，开始。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一，拍腿击掌七。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拍腿击掌是不用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没事儿，你愿意讲讲呗，可以讲出来。很蠢，说比较很蠢。七，这行了吧？好，行，跟想讲就可以讲，不讲就不讲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从我开始，拍腿击掌七。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五，哎，白鹿错了。其实你就拍五，然后喊任何数。白鹿 out 了 ，out 的人就可以举起锤子啊、哦，下一个再谁 out 你就可以打他了。啊，哎，等一会儿，为什么 out 的人举起锤子？不应该输了的人。那我 out 了，我赶紧 out 呀。那你就没分了呀。来，啊，拍腿击掌二。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，哎，我 out 了，沙哥 out，
孙怡，继续。拍腿击掌三。拍腿击掌五。拍腿击掌八。拍腿击掌六。拍腿击掌六六。我们俩特别自信，好有自信，特别自信，拍腿击掌六。等会儿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。别人说过的还能说吗？你不要老打断，你要继续。战术，战术，战术，你这是个战术啊！哎，出局，出局，这出局，这出局，这轮必须出局，必须出局。要不，哎，男贫女笨，我跟你讲，要不他结账。等会儿你别吵。好好，我来，我来，从我开始，好吧？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九，九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 out， out。拍腿击掌七，再给凯哥一次机会啊！啊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三，剩四个了啊，剩你们四个，深深、凯哥，来，坤坤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三。哎，缓一会儿啊！啊，到我了，啊，到我了。淘汰了，找各种理由。那我们第一轮胜出的就是纯哥、凯哥和深深。可以换个游戏吗？我感觉一个都过不了。我们这个心口不一的游戏就要升级了。哎呦，升级版的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想退出这个游戏。心口不一的游戏升级的方式是心口一致。升级的方式是我会为大家出一个小学生难度的加减乘除运算，来一个初中生呢？初一的，太侮辱我！不要太小看我。大家要比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说出错误的答案。哇！还要说出错误的，那还是来小学生的吧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！开始吧。假如人均预算只有100元，你会怎么策划兄弟团的秋日旅行呢？那我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水上项目都体验一个遍。有做攻略吗？我当然有规划好啊。你看啊，陈哥和沙哥呢，他们就可以去划船，让他们荡起双桨。那 baby 和白鹿呢，就去玩尾波冲浪。凯哥和坤呢，那这两只老虎就让他们来点猛的吧，那就是水上摩托挺好。我呢，就要体验一次上天的感觉，我要去体验水上飞行器，玩一个下午，多体验几个应该会不错。想法很好，就不知道玩一下午经费吃不吃得消。奔跑吧，共同富裕篇，总有人来为我们的秋日旅行买单。那谁会是那个幸运儿呢？你们猜到了吗？谢谢我的生米。